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十大愿。佛告大众诸大菩萨摩诃萨，若有初发意菩萨及一切四部众善男子善女人等，若发菩提心者，曼殊师利菩萨当有是言：我有十种诸佛无尽甚深大愿，所有一切菩萨及一切有情众生入我愿者，则是世尊诸佛之子，亦是我父母。语意云何？我有先世大愿，依我十种大愿者，先为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、眷属，得令富贵，果报圆满，兄有地宫，慈心不杀，听学大乘，读诵尊经，转教群品，愿至菩提。我亦作师僧子弟、和尚、阿舍离、同学伴侣，受我法教，学我威仪，取我礼节，令发圣愿，回向大乘，学习菩提，建成佛道。于是无作他作，大臣官长、礼物世俗，一一清正，与国忠孝，悉共有缘，归向菩提，得值三宝，令发菩提之心。云何名为无尽十种甚深大愿？一者大愿，若有一切众生所生三界，或我作他作，随缘受化，四空五境之主，八定四禅之主，梵王六欲之主，地势诸天之主，四天四轮之主，诸神龙王之主，八部鬼神之主，守护佛法之主，伽蓝宫殿之主，四大持世之主，金刚监牢之主，护国善神之主，大国小国之主，素散世王之主，统领诸君主，都设所守主，所有水陆四生、胎卵石化、九类纯动、一切寒灵，同生三世，愿佛之见，或未闻我名，令愿得闻；即闻我名，于我法中，令一切有情尽发菩提，回向大乘，修无上道。若有众生以法药示医，救疗诸疾，历数算计，工巧博弈，试点文笔，歌咏赞叹，讲论细处，导以度人，随类同事，皆引世俗，令发菩提，正见正受，共我有缘，得入佛道。二者大愿，若有众生毁谤于我，嗔恚于我，行害杀我，世人于我自他，长生怨恨，不能得解，愿共我有缘，令发菩提之心。三者大愿，若有众生爱念我身，欲心见我，求得于我，于我身上、与他身上盛行缠取，邪见颠倒，即生净行、不净行，诸恶不善，愿共有缘，令发菩提之心。四者大愿，若有众生轻慢于我，疑虑于我，妄压于我，狂妄于我，毁谤三宝，赠及贤良，欺凌一切，长生不善，共我有缘，令发菩提之心。五者大愿，若有众生见我、薄我、惭我、愧我、敬重于我、不敬于我、防我、不防我、用我、不用我、取我、不取我、求我、
不求我，要我不要我，从我不从我，见我不见我，希愿共我有缘，另发菩提之心。六者大愿，若有众生长生杀命，作徒儿魁快，舔猎鱼捕，怨命现前，更相杀害，无有断绝，世世相报，杀心炽盛，不生悔过，卖肉取财，自养性命，如此之心者，永失人身，不相舍离报对，如是令发菩提之心。若有他人取我财物，我与财物，或失我财物，我失财物，所得财物即不得者，与我有缘，另发菩提之心。七者大愿，若有众生供养我者，我供养他者，或我造他造，四设僧房，伽蓝佛塔，禅房兰若，独静之处，或我造他造，一切功德，即造菩萨诸佛形象，令他布施修利福佑，便于法界，回向一切诸佛菩提，令一切有情同沾此福。即有他人自己、朋友同伴、师长弟子，修行苦行，结身断食，持戒破戒，有行无行，和尚阿舍离教导称说，听受我教，我受他教，同行同业，共我有缘，另发菩提之心。八者大愿，若有众生广造诸罪，堕于地狱，无有出期，经无量劫受诸苦恼，从地狱出，生于五趣，先作畜生，将命还于前生，复误作驼驴猪狗、牛羊象马、奴婢仆从，偿他宿债，累劫背命，还他偷盗，无有休息。我与五道随行受化，长生同世，教化于人。或作贫穷困苦、盲聋喑哑、最下乞人，于一切众生众中同类、同源、同事、同行、同业，导引得入佛道，共我有缘，另发菩提之心。九者大愿，若有众生纵自身心，我慢功高，故于我法中污泥佛法，师长弟子无惭无愧，用僧佛钱、菩萨财物，杀生偷盗、邪行妄语，其余恶口、两舌斗乱，纵自贪嗔，不减良善，劫夺他财，聚会慢人，不识善恶，广造十恶，一切诸罪，死堕阿鼻，入诸地狱，从地狱出，轮环六处，入生死海，诸趣恶道，愿共有缘，同业同道，随缘化变，当以救之，令得出离，共我有缘，发菩提心，求无上道。十者大愿，若有众生当于我法，若我有缘，若我无缘，同我大愿，则是我身，共我无别，行似无量心，心等虚空，广度有情，无有虚心，愿达菩提，登正觉路，大圣曼殊，以圣性愿力，不入三界，亦不出三界，心如虚空，常在如来清净性海，
真如藏中安住法界，便在众生心识体系。曼殊师利言：我有大愿，以圣性力加持有情，令罪垢消灭，得入菩提诸佛圣果，则是名菩萨十种大愿。如是曼殊发广大愿已，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天女曼陀罗花遍满虚空。其实大会诸众尽见其化，同时赞叹曼殊大士胜利自在，不可思议，不可言说。尔时诸大会众咸结欢喜，信受奉行。